后七个月，蔡赖首度公开同台，3000万民进党支持者热情嗨翻，赴城台南。咱的气势，咱一天比一天更好，一天比一天更大。我们的信心要坚定，记者，咱一定爱赢啊！大家讲好阿妈哦。总统军令一下，喊话要超越2016年的台南67%得票率，70%目标怎么打？首先，民进党在台南6席立委，通通得全雷打。我2012年我选总统的时阵，迄阵啊有几项代志，大家足多人拢参加，就是三只小猪，大家还记得呢？这个三只小猪的发想人就是这个啦。那是今天啦，有创意的就是我们林俊宪。台南民主圣地，民进党选前70天大团结，不给对手见缝插针的机会。赖清德谨守奋进，站后面一步，把舞台通通让给小英总统。我们不用算不算，我们现在就很团结了。周六 Holy 季，蓝绿在台南拼场，相隔5公里，有伙伴站后面，总统对韩国瑜无地放矢，不再忍让。不要因为民调不利就酸民调啊，不要因为媒体监督他就酸媒体啊，也不要因为民进党团结就酸民进党。眼看民进党整合完成，总统下令全力出击，在台南又有碾压对手的大胜利。三立新闻方博峰、陈嘉文台的报道。